先两分领先三分都是要往线边去传送。OK， 今天就是给对方一垒安打，但是也不能让他形成二垒。所以球评的意思，就林金平刚刚应该要再往边线站一些了，是至少要再往右边移动两步。就包括他现在也应该要再移动。对，没有错。现在林金平还是站得离边线蛮远。啊，这个球打到人了，郑达宏，郑达宏代表追平分，触身球上垒。哦。不过新农牛队真的不能够再有人受伤了，虽然能够触身球上垒代表追平分也是很重要，现在是两出局，蔡英峰所以在此时呢投了触身球保送，就在教练刚刚喊暂停之后。哎呦，打到后脚膝盖那边呢，重伤害，重伤害。哦，希望没有打中膝盖啦，是不是？因为打到大腿的一个内侧，内侧的一个位置，膝盖的上缘。如果大腿的话，也算不幸中的大幸，不要真的不要命中膝盖啊，太危险了。